点是，古早人吃素养生，现代人更应该吃素啊。对呀、啊，其实现代人哦是很幸福啊。以前古代人吃素，就是路边的草拔一拔，菜弄一弄，对不对？现在除了菜以外，你看看我们这边素的东西，搞得好像荤的一样。来开个眼界，哎，素鱼，白带鱼，哎，内行，对不对？这个呢？红烧肉错，蟹肉棒，蟹肉棒啊，素的。你看它旁边还有张橘橘的颜色，有没有？看出来很好哈。然后呢，天妇罗，海鲜的，哇，有没有？还有素的火腿啊，火腿，哇，哈姆的素香肠，有没有？素热狗，哈，都有。素的火锅料，你看这像不像那个？嘿，猪血糕啊，对啊，是猪血糕，是猪血糕，根本就猪血糕嘛，但是素的，素的耶，是素的哦，对啊，全部是素的火锅料就对了，嘿，所以你看哦，包括鱼啦，有还乌柳鱼，全部都有，还有熏肉棒，不得了啊，所以现在口味多变，很丰富啊，但是都是素的，但这些真的是幸福吗？请你跟我这样过。现在我们吃素呢，不会像以前那么单调了。因此呢，现代人更应该吃素，让我们身体能够干干净净。圈叉牌，请选择。除了你中立以外，全场全部举叉。哦，真的？是这样。那你们是啊？你们大家都是肉食主义是吧？不是，因为其实很多素啊，它油很多，不能吃油。对，其实我同学啊，他是开那个素食的那个快炒店，然后我们每次去他家吃饭，他的那个素食的那个菜里面有好多哦，是哦，对，而且他其实都是加工品。其实我之前有吃过一两个月的素，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虽然一开始吃素的时候，就是因为吃素的时候因为都是蔬菜，所以就是会通体，就是感觉说排便比较好，蔬菜通体，对对对，怎么要接蔬菜？我以为通体是什么呢？因为我本来是有宿便的问题，可是就是吃素两个月那期间，就是让我感觉哎宿便问题减轻，可是到后面我会渐渐觉得好像常常很容易疲倦，然后就是体力会不好，所以我后来就是妈妈就建议我不要吃素。那你举一半是为什么？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吃素是吃这些素的话，那你可不要。你是前男友吃这些素，怎么这么气？前男友。我有一个亲戚，没关系，尽量发泄出来，没关系。有一个亲戚，一个长辈，他就是呢，哎，不知道是从几十年前就开始吃素，可是他都吃这些。我跟他讲，后来呢，他整个什么肝包有昏瓜，哎，然后而且还中风，对。然后他奇怪，你也没有吃动物性的油，可是他都吃这些加工的东西。他医生说，其实是不对的。那其实我觉得吃素很好，因为我刚刚讲的，如果真的你刚刚讲的路边，那虽然是玩笑话，路边砍的草啊，那种菜啊，自己种的菜很棒啊，然后吃豆类的东西有什么不好？加厚啊，吃水果啊，所以我说蛋酥是这个啊，了解，讲天然的，对，天然。如果说它是黄豆类去做，你就直接吃黄豆，你何必要去吃？对，是这个意思就对。对，为什么要弄成熏的味道，弄成橘的味道？爱慕虚荣，对，根本就是奇怪的情绪，假鬼假怪，你签的根本就是一台，你签的就是一台假二车，前面还弄个宾士的 Mark， 你这样子捉弄自己。素的东西哦，因为它的营养没有办法兼顾，重点是素的东西，比方说豆类的东西就包括很多的，所以豆类的东西呢，因为很多那种普林经常会引起很重要的痛风。我朋友吃素啊，他就长期就有点贫血，然后什么他去检查身体那血小板和什么血液里头的含氧量，都是红字不正常。可是我记得他上上个月去美国，他就大开杀戒，汉堡牛排，没有，他就想说算了，他就开始吃牛排，他想说到异地，他就开始吃牛排，回来大概那一两个月。回来做身体检查，所有指数都正常，哇，就恢复正常。其实不是说吃素不好，是吃素常常没办法兼顾那个营养，我们所需的营养，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补充到他所需的蛋白质或者所需的什么身体的运转就不平衡。我觉得是对，所以会有那些不平衡。那我们来请教高医师好了。是，哎，古早人他能够吃素来养生，活得要强壮的，有没有？现代人没办法吗？大家也刚刚讲到重点，这里面很多都是食品添加物嘛。嗯，对啊。像这个做起来哈，看起来就很像这个蟹脚哈，这个里面的蟹肉，或者是嚼起来很像花枝啊。那它其实里面都是添加物啊，其中有一个添加物叫卡特兰胶，各位可能有听过啊。那这个
素食里面的这种啊、这种加工食品里面卡特人胶用的很多，像那一条 ham 很可能里面就卡特人胶哦。那这一些卡特人胶基本上在体内哈，实际上毒性不高啦哦，那但是所以才会变成演变成为都是变成加工食品啊。再来就是我们现在的啊、这个农产品啊、有很多的这个。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啊，残余的农药啦等等，那就在素食里面，当然在动物性的这个食品里面也会出现堆积，那这对身体都不大好。但就是怕担心说吃了这些加工的东西，养生不成反而伤身，对不对？是很有可能的嘛。如果你今天你们家小朋友从小就吃素的人哈，那你们家真的要少这种加工食品，因为刚刚其实医生讲到那个卡特兰胶，卡特兰胶呢，它其实虽然说它没有毒，但是它的功用是让它 Q 弹。那 Q 弹的话，因为它成型嘛，就要 Q 弹。那相对的，本来我们豆类制品里面豆，如果是黄豆的量很高的话，代表它蛋白质的成分是够的。那给小朋友吃的话，它也是补充到蛋白质。但是因为它要减少它的成本，然后让它降低价钱，但是又让它 Q 弹好吃，所以它加的没有营养的卡特兰胶，所以它基本上它是没有营养的，所以会影响到小朋友的生长发育。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会消化比较不好，对不对？对，消化也会影响啊，就是比较不容易消化。除了食材，我们在选择上说添加物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烹饪的方式嘛。对对，也是一个疑虑，对不对？像刚刚说那个什么店都用很多的油啊，是不是？对啊，高油、高盐、高糖还是什么的哦。所以之前就是有一个人他怎样，也是太太，也是他就吃素吃非常多年了，就去健检的时候发现他胆固醇什么都非常的惊人，然后想说到底讲他一共没了。第一个最爱吃叫素泡面，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炒菜要口味重，然后油要放很多，常年吃下来就整个完全胆固醇超标。所以光这一点就是环环相扣，食材的挑选啊，烹饪的方式啦、啊、你各个方面呢、啊、你都还是要留意，吃素要小心。来接下来第四点。